还准备喝点啊？喝点啊。行，那你喝，我就不喝了。喝啥呀？我还得开车送那老娘们回去呢。行了，我给你俩收拾完了。啥玩意儿啊？夫妻在外留宿，不能同房住，这老辈规矩不知道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这不是那意思。你在家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房住的，那多大那个了？没事，老说完事儿了，谁知道呢？哪么些事儿？你嗯，就这，你别说，干啥呀？人家那好意，你咋能说拒绝就拒绝那边去？我们那葫芦打的，房顶都要震开了。可不一样，先看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要住的话，那你住地上，我住床上，给面子，对吧？难得出来一回，咱俩睡一个床，行吗？不行。哎，就今天一天。不行，咱咋的？这点买个包，你别一个包，俩包都行啊。行，俩包，坐定，走。你住上边还是我住上边？是不是一个床吧？说好俩包了。俩包什么俩包？你不有俩包了吗？